哦，是还来不及出现，不是不是那个，哦，是还刚刚是还来不及出现的，哎，那什么，又有瞎趴的东西啊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哇，这好像好帅哦，感觉像什么封印之类的。是吧？隐藏星星力量的钥匙啊！怎样？你要以星主人降龙之名来解开封印吗？这什么地方啊？感觉很像水，又不像，又不是水一样。有点想下去看看。哎，等下，我先干掉一下他们。这应该安全吧？safe 吧？不 safe，我看到了。哎，新拉波，要不来啊？啊，新拉波，哎，新拉波不理我，真是不够意思。哎，行啦，宝，没来不？哦，那边有一只好帅的龙哦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什么龙？女妖异兽？哎，等一下，他会打我，他打我，他瞄准我了。好，那瞄准我了，我先跑，我先跑。他就是女妖异兽。长得超级帅欸，欸，真的有帅到，比我们那边帅多了。我们那边几乎没有这些有的没有的。好，来拿一下纪念品。好，走，出发，下一个地方。这都是女妖异兽哎，所以女妖异兽在接近火山这一区域，那我设的那个点应该 OK 啦，还不错啦。到时候不知道可不可以把那个动物一起传送过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那像不像一个人在那边？前面那一个左边那个就我们面向那方向，然后有一个人站在那边这样子，有像哎。超像一个人的，还有想到那个丹尼小子，就是那个谁，那个，魔法少女假修里面的那一个，哦，这是雕刻啦，白痴啊、喔，对，这是雕刻哎、欸，远看蛮像丹尼小子的，对，还蛮多不同的东西，虽然说大同小异啦。走吧，我是还蛮想直接先去火山的，可是现在这个直接去的话，我应该会被烤熟吧？我身上的还是寒那个什么耐寒衣耶，直接被烤熟了。如果过去的话，哇，壮观，帅气，哇，就是介意这种的。这样才有 feel 嘛，是不是？可是过去温度好像又开始上升。如果不会上升，其实我蛮想过去一趟。越接近越热，你看，天哪，要找凉快一点的地方。那这边生物是，感觉不像长角对面蜥呢，岩甲蜥。
他们跟长岛对面系一样，谁攻击他们就倒大霉了。先赶快找个地方先让他休息，然后我们赶快远离这吧。三十几度，这温度有点高啊。火山的 feel， 是。走吧，这个是龙岩虎，我刚才以为是月牙兽，就是龙岩虎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咯，火元素咯，对耶，还有火元素小鬼，他们应该不会打我吧？哦，会会会会会会，我看他攻击我了。这里严格来说算是温暖地带吧，打了就跑哦，这才是有品的人在做的啊。不过这边陨石掉落不知道会有什么差别，看一下，刚好看到有一颗陨石掉落，赶快，水元素核心啊！你在火的地方掉水元素核心，是掉不掉？这也太帅了吧！在充满火的地方，哎呦，烧起来，烧起来了！看它的标志，快跑哦！修起来，修起来，会修出吗？会修出吗？哎呦喂呀！我生命在不断减少中。我们现在开始骑着飞龙环游世界，虽然飞很快啦，可是。绕这个地方还是要一点时间的。等一下我会不会找不到我自己的家在哪里啊？干，我觉得有可能呢。我等一下会不会找不到自己家？啊？哇，这边的好有精神哦，大家都很有精神的在做自己的事。这边是荒草地带，还是暗黑？他不来烦我就还好。看一下，哎呦，我有我需要的光元素核心，其他我都可以不用拿了。哦，这里是一个村庄，不知道有没有废弃。不错欸，这里有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。哦，那边有一个神奇，那个就是那灵魂节点，不知道是什么的。这边应该曾经有人住啦，那农庄节点，它需要水、风、光。我有水，有土，有光，就是没有风，哈哈。那个人到时候再找了。如果到时候找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自助用节点，我们就可以到处冒险，是不是？走吧，我们去那个天空之城那里。这里又有陨石啊！转转转。这会有什么密营哦？啊，密营就一时一时拿一下好了，抓不了任何。走，天空之城 ，Let's go，Let's go battle battle oh。看一下，对，没错，走吧。这边应该是没有其他的，有树精啊，还有杂七杂八是没什么，又有陨石掉落了。不过陨石到时候再说吧。走，我们先去寻找天空之城，环游世界大冒险之寻找天空之城。噔噔，哦，听到了波涛汹涌的声音，海浪声，超漂亮的。那边有一座大湖哎，看来晚一点又可以过去看一下。又一个陨石掉落，欸，这真的是天空之城哦，上面有东西耶，
上面这里是有森林的，有人在种吗？这边又是那个光什么石的光水晶，光水晶还会掉落那个光元素。哦，上面有，上面那是光元素吗？这是什么？好吧，没什么。哦，掉下去了，好帅哦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要来探险一下，探索一下。这个就是天空之城，嗯。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帮那个天空之城用那个音乐，哒啦啦，哒啦啦啦。欸，这个树干是可以，这是风元素啦。风元素你好，安安，不是我，等一下要宰了你，等一下啊，让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聚集你。那你都怕没丢，他们这样打不到是不是？不可能吧，他们居然是叫什么元素，那应该是有实体才对啊。有个暗黑切割者是不是想打我啦？对啊，打不到欸。我们看这到底会打得到，还是可以啦。哟，杀死了风元素，来看他体内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干，那我这样吸它呢？魔能碎片，有魔能碎片，有魔能碎片，很厉害很厉害。然后呢？没了。就魔能碎片啊？哦，有风元素，有，还是有风元素啦，只是就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少了，就没有想象那么多啊。好吧，我们继续环游世界吧。这上面有个遗迹啦，是还蛮让人感到疑惑的，为什么这么一个地方会有遗迹这样？可是其他就还好，我觉得很普通。哦，这个是。跳下去，喂！全部跳下去了，到底？不只是打你们一下而已，有必要这样吗？那么团结干嘛？笑死！啊，这边都是密营，哎，有陨石。我看陨石里面有没有我要的。没有。里面都密营啊，陨石那一些的。好吧，那就走咯。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矿物。我记得它有一种石头叫黑焰石。这是大地在尿尿吗？有点可爱，我不会形容的感觉。那边还有一座岛屿，走。现在就是环游世界80天，我们连一天都不到，一天都不到就可以环游整个世界了。肯定这个世界其实算蛮小的。不能碰到水，碰到水的话，等一下他又要弃我而去，每次都这样子。
每次只要他们碰到水，就直接弃我而去，就直接在后面中排，然后再把我丢掉。他们是有多怕水啊？这些人。你看啊、哦，他们要弃我而去，你看有没有？是不是？看，那我现在已经大概知道了，知道从操控他们。怎么了？刚刚什么东西？哇塞，也太多了吧！收获者，他们是收获者，不是收割者，所以他们跟那个种是不一样的。哟，收获者，这是暗黑火元素，哦，萌。看来如果不打死他，我没办法拿到东西。他是暗黑火元素哦，有点帅。我们来看，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打到他吧？这个距离，没有。很好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黑焰石就这个，哦，所以黑焰石是长这副德性，这边就有黑焰石了。哇，原来这人提看到黑焰石在长在这里了，而它还会掉暗元素核心。定人呢？猎人视野符文，好，我们到时候回去可以用看看。屁呀、啊！回家、啊，有拿到铁锚了，是很好啊。那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干，GG。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